一切诸刹计，周部莲花王，种种相不同，庄严悉心境。彼诸莲花王，刹王所难作，种种庄严事，种种众生居。这以下有十八计。都是明这个世界的眼和见、成和快，这世界的眼世界、净世界、成世界、坏世界。我每一个世界的苦乐不同，说在这个世界上居住的人民呢，有苦有乐。苦乐不同，每一个世界中所有居住的人类，那一切动物的形象个个都不同，但是呢，他的周部还是莲花王所成就的，这是咱们所见不到的。这个一切诸刹计，周部莲花王是说的清净世界。那以下的呢，回游刹土中险恶不平坦，由众生的烦恼于彼入世间，眨眼即清净，无量诸刹中随众生心起，菩萨力所持，唯有刹土中眨眼起清净，是由业力起，菩萨之所化。有刹放光明，眨垢宝所成，种种妙言是诸佛令清净。这两个偈呀，你形容着说，在一切这个世界，有的呀。山高啊，路险呐、很险恶的了。路不平，这个国界里头所有的山呐、水呀、到一切都不平坦。为什么这样子呢？是众生烦恼啊，是众生的烦恼而引起的。有的看着是清净，有的看着是眨眼。无量这个刹种都是众生心所变的。随着众生起的。还有一种呢，菩萨力所持。我们以现成的例子吧，像五台山。这是刹种的国度当中的一部分呢、这也是众生心起的还有菩萨力所持。菩萨力所持，咱们这个五台山就是文殊师利菩萨他力所持的。有险呢，但是有平坦，随着众生心起，众生的心呢，他看见他所居的这个处所也是很险恶的。咱看着五台山很平坦的，有的看着五台山不平坦，头几天就出车祸呀，照样的翻车。对，众生心所起。有人问我为什么这样子，我说他是什么心呢、
人。心净多则国土净，心不净呢，那国土就不净了。一种是菩萨力所持，一种是众生心所起。菩萨力所持，本来五台山是清凉世界的，金沙遍地的，这是菩萨力所持。而众生他的恶业特别重，他见不到。昨天咱们讲缘起，这就是诸法因缘生啊。随着个人的缘起不同，回有刹土中眨眼即清净，有的刹土眨眼的污垢的，但是他有清净的。那个一凡是清净那个国土，他的业所持，有他的业力。那么我们这个地球上，我走的城市，一个新西兰的奥克兰，一个加拿大的温哥华，那这两个城市为什么那么清净？花园一样的，完全是花园，家家门口都摆些个花，门口都有一个，他那个门口都有一个小块土地，土地都种成花草，不同。另一个呢，这两个地区，新西兰的奥克兰呢，不准设任何工厂，一些杂眼都没有。温哥华也是，不许有任何工厂，凡是污染的不需要，它就清净了。但是你得有福，有福才能享受。同是一个国度，那就不同了。你从温哥华，你从温哥华嘛是他最清净的城市，到他其他的城市就不同了，一个国度就有这么多的差别。同时四大名山，观音菩萨道场、地藏菩萨道场跟五台山道场不一样的，特别的清净的我看着还是峨眉山。普陀山观音菩萨大慈大悲，所以了普济寺门前呢卖海鲜的特别多，海鲜馆特别多。九华山也就是啊，祈愿寺的周围也就是。有人问我为什么地藏菩萨这个道场应当清净，可是地藏菩萨是在管地狱的，都在地狱才出来，他清净得了吗？不能清净的。所以啊，你从这个来理解，眨眼何清净，悉由业力起，你照什么业，这个团体这个居住的共同的那个地方不会清净的。有的佛刹放光明，有的处于黑暗，有的世界是宝所成就的，有的是杂垢污染所成就的。现在我们的国度工厂特别多，眨眼无害特别多。特别现在我们住这个城市山西，煤炭，这空中的气，这什么呢？他如果是假使不发完煤炭，我们这些工人这些个生命人民，就他就失业了，这是业力所起的，没办法清净，只能如实说。有的刹土结生的火灾劫烧，其劫火，劫火不是世间普通的失个火就完了，
节就是那个时候，那个时候这空间起了变化，起了什么变化呢？全是火种，有限的是该败坏的，那个地球是在败坏当中，有的是在成就当中。由于众生的他的业的力量，出生的很多的刹土都不同，有的是腐败的，是恶劣的，有的是坚固的，这些都是众生的业力所生起的。他们一直是风轮，风轮上的是水轮，这个道理从科学给我们证明。上太空梭呀，在太空啊，他回来再看这个咱们这个州，咱们这国度，说在空中啊，空中能持着它，这风轮，而且的现在是蓝色，蓝色是水轮，风上的是水，跟咱们这个世界成就啊，佛所说的完全一样的，风轮所持的。风轮完了，风轮又是水轮而住的，世界法如是，一切法的这他所的成长的自然的规律，种种见不同，就是看问题的看法不一样了，不一样就斗争了，斗争了。而是无有生，以复无灭化呀。再以佛教佛的眼光看，这都是缘起诸法，它的性空，法的性没有生，无有生就没有灭，那中间也没有坏的过程，一心念中都是众生的心所念念产生的畜生的无量刹。这就是咱们最初讲那个心生这种种法生。如果以佛眼观，以佛的威神力，悉见净无垢，我们是从啊学习佛所教授的只学这个方法而产生的见眼、见境、见垢、见慧，这是我们的心呢，不是刹土。但是就佛的自身说，他的自性的法身，他住的是法性土，他是以真如自性为身，那就是法身。那法性的土呢，就是理实，那就是法常寂光，这是理。法身佛住的是常寂光法性土，受用身佛的自受用，不是他受用啊，佛的自受身，自受用的身就是法喜之乐，法喜之乐，那些自己所利益众生的报所感的叫自胜用陀，报身佛所住的叫什么呢？十报庄严度，是吧？那么身与土没什么差别，身即是土，土即是身，就是法性土住的法性身，十报庄严度的自受用土，就是自受用身，他所做的事业与他所成就的果德全是清净的，全是清净的，敬畏来记，这是什么呢？纯净的无眨眼的果德。他受用土，他受用他所积极受戒，是依着他受用身而建立的，
就建立的。他受众身呢，就是诸佛所成就这个果度，凡是与他相应的，这是一些大菩萨那些说，佛的应身所住的，应身所住的，他受众多。这果度呢，叫十报庄严道，是以佛的慈悲力，跟那个十地菩萨所居的土，那就不同了。这叫他受众身享受他众受众土，佛所现身给这些人做他依持，做他修持。十地呢，就从欢喜地、离垢地、发光地、前会地、南胜地、现前地、远行地、不动地、善会地、法云地，这些大菩萨所住的处所，这叫他受众度。怎么叫他受众？对佛来说，这是他们弟子所受众的。第四种有变化身，说变化动，这个是指释迦牟尼佛说的。释迦牟尼他是莲英身，变化的，以佛的大慈悲力，随住有缘的众生，他所应当、所能见到的、所应能得的受用，叫佛所化现的土，化现的果道，也有大的，也有小的，尽会不平等，是变化所成的。那这些个众生呢，就是一直变化多，变化多。土地不同，含的意义也不同。对，这一下这里头啊，有很多的故事，形容这个土的。像这个故事，咱们现在不讲了。回刹有刹泥土城，其体甚坚固，泥土很硬的，但是黑暗无光照，讷叶卓所居，做讷叶的众生所住的处所，感召那个世界是什么样子呢？是黑暗的，但是土地还是很坚固的。有的刹土是金刚宝所成的，就是金刚所成的，但是呢，有静有眼，但是具足有忧恼有恐怖，但是啊，苦多乐少，苦多是因为没有福报，乐少，他还多少有点福报吧，不是完全没福报，就是福少，因为苦处多，乐处很少，就是现在我所住的忧悲苦恼，感觉是所住的地住，所住的处所不安全，没有保障，常是有困恼，没有福德或者薄福德，他所的处所。有一处所是用铁所成的，瓷铜所做的，那是地狱了，地狱了，地狱全是铁所成的，哪来那么多铁啊？业障所感的，业障所感的。你在人间嘛，石头山，山都是石头的。石山险可畏呀、说那石山呢、你走起来非常险，不好走。为什么呢？罪恶者充满，造罪的人太多了。刹中有地狱，众生苦无救，那果都有地狱之苦，那个苦啊没法得救，
常是在黑难当中焰海所燃烧，恢复有出生种种丑陋些，出生就多了，出生包括很多类了，比人类多得多，比人类多千万倍，特别海里的大海中所处的那些畜生，鱼鳖虾介是真普通的了，住那海的深层那些个咱们见不到的，打捞也打捞不到的，那是丑陋型。为什么呢？由他自己呢也所感召的长生住苦恼，回见阎罗界，饥渴所煎的，登上大火山受住极重苦，这个大家都知道，咱不解释了。会有住刹头七宝所成所合成种种众宫殿，是由敬业得，如因观世间其中人与天敬业果成就，随时受快乐，以毛苦中一劫不思议，种种相状言未腾由排难，众生各个业世界无量种，以中取作生受苦乐不同，有刹众宝城常放无量光，金刚妙莲华庄严净无垢，有刹光明体一指光轮柱，金彩旃檀香焰云普照明，有刹月轮城相依西周部，于一莲花内菩萨皆充满，有刹月轮城相依西周片西周部，于一莲花内菩萨皆充满，有刹众宝城色相无住垢，譬如天地王光明恒照耀，有刹香为体回有或是金刚华摩尼光影形，观察甚清净，回有南丝刹华旋所成就，化佛皆充满菩萨普光明，有刹净光照金光华所成，回是佛化言无边刹列成王，有刹入菩萨摩尼宝摩尼妙宝观，回有入若行重化光明处，回是旃檀末回是眉间光，回佛回佛光中间而成思妙刹，回见清净刹以一光庄严，回见多庄严种种皆奇妙，回用十国度妙物作言事，回以千度庄一切为庄脚，回以一刹物庄严于一度，种种种种相不同皆入影像现，不可说土物庄严于一刹，各个放光明如来愿力起，回有诸国度愿力所净字，一切庄严中普见诸刹海，诸修普贤愿所得清净土，三世刹庄严一切于中现，佛子如因观呐，刹总为神力，未来诸国度如来入梦悉令见，十方诸国度过去国度海，十方诸世界过去国度海，所以一刹中现象犹如画，三世一切佛及一切国度，于刹之中一切悉观见，一切佛神力尘中现诸图，种种悉明见入影无真实，回有众多刹齐行入大海，回入须弥山世界不思议，有刹善男咒齐行入帝王，回入树林行诸佛满其中，回入宝轮行回有莲花状，八欲界众司被众司，种种悉清净，
回有入座先，回复有三月，三月三个形的，不是四方形的。嗯，回入切了，回入切了家，成国范王身，回入天地级，回入半回回有入半月，回入摩尼山，回入日月轮日轮形，回有世界一行，毗入香海旋。回有光明轮，佛悉所缘境；回有轮王行，回有檀善行；回入佛豪行，回入佛豪相，右极广长眼；回有入佛手，回入金刚杵；回入焰山行，菩萨悉周遍；回入狮子行，回入海蚌行。无量诸色相，体性各差别，一切种种差行无有见，皆有佛愿力，怀念得难住，护念得难住。有差诸异劫，有诸与时劫，乃至过百千，国度为神兽，回于一劫中，有差有见别见差有成坏。回有无量数，乃至不思议；回有差有佛，回有差无佛；回有无异佛，回有无量佛。国度要无佛，他方世界中有佛变化来，为现诸佛事。末天与降神，促太极出生，降魔成正觉，转无上法轮。随众生心落，四现种种相。回转妙法轮，悉应其根欲。依佛刹中，依佛行事，出行事。经于一千岁，演说无上法。众生非法器，不能见诸佛。要有心乐者，一切处皆见，一切刹土中亦数不思议。此中一佛现无量生变，悉遍于法界，调伏众生海。有刹无光明，黑暗多恐惧。苦楚入刀剑，剑者自酸毒。回有诸天光，回有宫殿光，回日月光明，刹王难思议。有刹自光明，回数放尽光。未曾有苦恼，众生福利故。回有三光明，回有摩尼光，回有灯光照，悉众生业力。回有佛光明，菩萨满其中。回见莲花光，焰色甚严好，有刹华光照，有雨香水照，涂香烧香照，皆有净愿力，有以云光照，摩尼盼光照，佛神力光照，佛玄说声乐一声，回有摩尼光，回有圆寂光，回道场光明，照耀众会众。佛晃大光明，化佛满其宗，其光普照处，法界悉周遍。有刹甚可畏，嚎叫大苦声。其上极酸楚，闻者甚厌怖。地狱畜生道，即以阎罗处。是浊讷世界，横出忧苦声。回有国度中，常出可要因，愿意顺其教，是有敬业德。回有国度中，恒闻第四因，回闻梵天因，一如四主因。回有诸刹土，云中出妙声，宝海摩尼树，即要因遍满。诸佛圆光内，化身无有尽，即菩萨妙音，周围十方刹。不可思议国，普转法轮一生，愿海所出生，修行妙音声，三死一切佛，出生诸世界，
名号皆欲著，音声无有尽，回有刹中闻，一切佛力音。地度即无量如是法皆言，普贤寺院立，一刹言妙音，其音要雷震，注解已无尽。佛于清净国，四现自在焉，十方法界中，一切无不闻。所念这个佛刹，字表两个字，一个善，一个讷，讷业所感的世界，就是人念这些讷世界；善业所感的，善业有大小，善到究竟成佛，乃至善到十地菩萨。正报所感受的一报，一报呢，又反映着正报所成就的，正照所成就的。如果你的福德智慧没有，多好的环境，你感觉是苦恼。那环境不说了，所以咱们再来讲一下呢，佛最初成正觉的时候，他座内的菩萨，是佛在修因所行的果德，那是佛的至正的境界。佛放没见光，没见光，是佛行道的时候修行所证得的，使那个唯信者成清净信的因。最后所单讲的华藏世界，是说佛那个眉间众所现的那些大菩萨，这是佛报德的果，大概是以佛报业之果成就的。前头三十问都是文殊师利菩萨答的啊，都是普贤菩萨答的啊，都是普贤菩萨说的，是吧？如是行，如是果。你行的行愿如何，所感的果报啊，一报也就如何。我们前天讲的北俱泸州，固然是好，清净啊，一千岁无病无恼，生下来活到一千岁，完了再去受别的果报，说他一切的因果暂时停到这一千岁，那以后呢，别的因果又成熟了，又成熟了，还是随缘受报，不是究竟的。说一报说正报都是见果之因，见到现在的果就知道他因地做些什么，不要再问了，就知道了。你行入是愿，行入是行，就自然感的果报，同是一个世界，同是一个果道。咱们再说近一点，同是五台三状，各个所见的不同。这个我们大家都会明白的。